我现在是记者杨以如，我要来访问一下我老公啊，南士德。南士德你好，听说全天下的男人第一次见到岳父的时候都会很紧张，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心路历程啊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，好好，不要闹，不要闹。我没有闹了，好了，你快一点，我想要录下来给我们的宝宝看啊，快点跟我们分享。我忘记了，我突然忘记了。什么叫你突然忘记啊？怎么可能？你讲一下啦，你不讲要生气了哦。我现在要录下来，以后如果我们宝宝生出来是男生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教他说，长大以后如果他要见岳父的话，怎么样才不紧张啊？来啦，快点。好好，我突然记得。是什么？只有一片空白啊。你赖皮。没有，真的一片空白啊！我那时候见到你爸的时候，我头脑就一片空白，很怕说错话嘛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这样，没有然后啊。就这样。对啊。多讲一点，再讲一百个字，快点。再讲一百个字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什么一百个字？哎哎哎！好，我们真的要走了。Okay. 我才刚开始弄哎。好了。珍贵，你看，意识到了。这么来，跟我讲嘛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了，你不要卖关子了，你赶快告诉我啦！你第一次见到我爸的时候真的很紧张哦。那上课的时候怎么办？是不是其实你心跳超快的，这样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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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没办法了。谁叫我爱上他的宝贝女儿啊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，但一切都很值得。呀！等我一下，我去报警。等我一下。